退下。让！啊！ 松鼠大哥，做得好！哇！不要伤害我弟弟！ Double kill！ 怎么办啊？林教头已经离家出走一天了，按理说在周围转一圈就该回来了呀。他不会出什么危险了吧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！银角哥哥，这就来救你！我要把欺负你的人都收拾一顿！呀！救命啊！嘿！啊！啊！ 安全了，银角，踏实，这个眼神，这个气场。兔宝集团，了解一下。绝对是坏人吧？银角被坏人绑架了，我女鼓掌。 被交通鬼瓜子，我得去救他。银角，居然叫我弟弟赌博！看好货物，我去就回。哦，啊，坏人离开了，趁现在去救。啊。 银角啊！银角，做得好！啊！不要伤害我弟弟！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松鼠大哥，这是我哥哥金角，哥哥，这是松鼠大哥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什么嘛？ 原来只是误会而已。哥哥，你也来我们公司工作吧，我们一起努力攒钱数奖。银角，我不要。弟弟啊，拿工资数奖，就算打几辈子工也是还不起的，还是回路人店歇着吧。哥哥是大笨蛋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有兽小剧场。 正片中，松鼠大哥是什么品种的松鼠呢 ？A. 长吻松鼠 B. 魔王松鼠 C. 三彩松鼠。回答正确，你小子可以啊！看来是通过松鼠大哥的气场判断的。魔王松鼠是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啮齿目松鼠科松鼠属下的一个品种。 是常见于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种类，因为吃红松子，还曾被大量捕捉，而后又因其嗅觉灵敏，近几年还被培训成了缉毒松鼠哦。